市警方破获了一个全台最大的网络赌博网站，上面宣称首创五分钟就可以快速到账服务，短短三年来两岸的会员飙破了3万人，营业额更超过10亿元。整个集团规定的非常严格，还在机房装设有15只的监视器查这个成员的上班情形。警方上门扫荡机房，成员全傻了眼，不到40平大小的空间里就装了多达15只监视器，严格监控每位成员。怕说他们做错账要去稽核员工的责任，那以及他们要监看员工上班的勤惰所架设的，进出都需要用那个卡片和门禁来做那个管制。警方查扣24部电脑，这个号称全台最大的网络赌博网站，宣称五分钟能快速到账，用筹码换现金，光是三年来就吸引3万多名会员加入，营业额超过10亿。只要赌客把他的要汇款的账号资料输入进去，他们就可以利用网络转账的功能，在5分钟之内把输赢的那个赌资汇到他们的账户里面去。警方逮捕12人，负责人年纪很轻，才23岁，成员中就连夫妻档、姐妹档都有，这下遭瓦解，通通被依赌博罪送办。